一个狼门或者蓝门一床，一个狼门，一个狼门。我狗，两百条概率不高。女巫，女巫，女巫。那你小心吧，他杀他杀不了的，杀你了。我狗一下。他啊，你在这儿，我去一会儿。你是佣兵是吧？我行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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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过来了，看到你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看到，你看，没看到。拿尾刀，有机会拿到他。哎，拿不到，气死你！哎，舒服，我操，吓死我了，差点被白嫖了，我差点也成大哥了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，差点我也冠上了大哥之名哈，走了。哎，吓死我！我必须要欢师爷，否则我这个鸟永远给不上。还有音效 bug 吗？这有原声的声音。演技还是不太够。再坚持20秒，再坚持20秒就有机会赢。哇，这狗子能让我卡掉了，这接下来别死地下室，想冲哪冲哪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。这个板子没砸到，血亏。狗子，狗子，狗子我无所谓，我不怕狗子。你看到没有？我给鸟，我必须要鸟往右边抬，往右上抬，这样子才有机会那个啥，才有机会看他出刀。有时候这平时这个鸟给的是真的难受，被狗子咬死卡一波，然后再弹过来呗，在脸上吃刀就行了。记得弹过来，弹过来，弹过来，在脸上吃刀无所谓。对对对，脸上被狗咬就无所谓了。我先跑，不想被牺牲。我操！往两百撞死！我鸟快吸出来了，有下去守机子了感觉。啊，你要守，守没法打。全部可以接了，装脚。哎，卡了，卡了一下，可以装啊，直接。你真牛逼，插好了，能可以直接开的，我这边啊，开了，不能吃刀，没吃刀，还行，没吃刀。我有，吓死我了，蓝火真牛逼，你看娘的是真敢赌啊。这个酒得给你喝啊，压迫我俩，压迫我俩，这边压迫，能驱在我这边，我来瓶酒啊，哥哥。我上过飞，我就不去看门了。不看门了，喝着酒看门。我操了，全弹了吧？这大门是吗？小门，小门，小门。来了，来了，放狗，放狗，杀我，放狗，杀我。哎，我正好回上了，兄弟，我弹户外回上了。如果吃到了以后，你自己看着要不要在那边门给压力，送机身赢了，青山，你送机身赢了。没有，送不了机身，送不了机身。我就在这个门，我不走了，没办法。对对对，你去那个小门给阿力可以。完了。
大哥怎么在我脸上跳酒？不是，你没去小门吗？我在小门，跳酒也在小门。跳酒在干嘛呀？跳酒。他挂我了，我这角落不好挂的地方。他又推到斩了，没闪到，爆了，23秒不命消失，不到斩就要消失，不到消失吧，不到消失，挂上了，这过底牌，这女巫其实是个新手女巫，她那个出刀好急啊，她那出刀。一刀快没了，哎，女巫急死了，没了，我帮他撞一下过去，撞，哇，这也就是两火了，这迷的，还好他溜起来了，吃个闪击瓶，弹呀，两火呀，我靠，我在小门被打击，怎么还来小门？他以为我会带走吗？那下次我在小门吃刀的话，我就往四号去了。皮皮，那就是状态有问题，他那出刀都急得要命，那什么呀？那什么出刀呀？这看着都吓人。偏打鸟了，你要说这一点？没有，他的机身你知道吧？空了两刀，想骗我鸟，没骗出来。第三刀一给一出，哦、然后把鸟交上了，他就炸了。那没问题。我是看着他出刀给的鸟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第三刀，我预判他会出刀了。那就不是人家的问题了，正常老屠夫都会骗的。